你在奥特曼受到了怪兽哥莫拉的偷袭，汪汪队的阿奇巡逻的时候遇到了受伤的迪迦。哦，伤得好严重啊，让我来帮你吧。这是迪迦奥特曼的战斗姿势，怪兽哥莫拉吃我一击。迪迦奥特曼说，多谢你了阿奇，我要带怪兽回光之国重新接受教育，我们下次再见。戴拿对战怪兽矮雷王，戴拿奥特曼被打成了重伤，多亏遇到了汪汪队的毛毛。将戴拿奥特曼重新组装起来，戴拿的反击打倒了怪兽，哪里去了？怪兽雷德王从背后偷袭，泰罗奥特曼简直受伤太严重了，多亏了汪汪队的鹿马前来支援。斯特利姆光线，哇，梦迪优斯奥特曼突然出现，天天向前查看，不好，受了非常严重的伤，看我的。迅速将梦比优斯重新组装了起来，原来梦比优斯对手居然是贝利尔，这一次我是不会放过你的，哼。好了小朋友们，今天的玩具就玩到这里了，看完节目点赞订阅，下期再一起来玩吧，拜拜。